零度空间突然变得很美，让我笑得真诚，爱得纯粹。我和你在一起，总想被春风吹，这种感觉让我陶醉。时间悄悄转换，我们间的错对，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每天都和你相拥在梦寐，醉过醒来有多少回？多想你和我一起飞，和我一起飞，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多想你和我，和我一起飞，寻找那被甜蜜捆绑的滋味。我们在美丽新路上一同回归。我的零度空间忽然变得很美，让我笑了真正爱的纯粹。我和你在一起，总想被春风吹，醉过和醒来有多少回？多想你和我一起飞，和我一起飞，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多想你和我，和我一起飞，寻找那被甜蜜捆绑的滋味。各位，哎，你听我说，这些都是假消息。我知道你是听金融分析报说的。喂，啊，你是听企业家财经？请大家相信，媒体是在胡说八道，大家不要相信。我们回头一定要开一个辟谣会，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对，根本没有这种。哎呀，你近点儿。对，好，请大家等待。哎，又来了。这怎么像炸弹一下，一下全都爆炸了，全开花了。哎，米良，你好。不知道公关部谁把我的电话给出去了？21家媒体，已经有21家媒体给我打电话了，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薛家宝到底有没有失忆？要不是我铁嘴钢牙咬定，这是造谣，消息早就传出去了。哎，米良，这个事儿。我摁得住一天，可摁不住两天；摁得住三天五天，我摁不住十天半个月。大家赶紧给我想个办法，找一个统一的口径，要不第22家媒体再来电话，我可就扛不住了。我来不就是来想办法的吗？要不，咱们召开董事会，这个可得你拿主意。包助理，你跟卢董事走得最近，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事儿不好扩大化，七嘴八舌容易把他说漏，卢董事就更有机可乘。毕竟董事长失忆这件事儿不是假的，我们不遮着盖着反倒去嚷嚷，不合适吧？辟谣要想有公信力，就得有董事会撑腰啊。是，袁总说的是，董事长失忆这个消息，如果不是够级别的人物传出去，确实没人信。卢董事不能靠董事会，如果要论级别论分量的话，我们现在手上最大的底牌就是薛家宝。他要是靠得住，我们现在就不用在这儿瞎着急了。靠不住可以让他变得靠得住。您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帮家宝找记忆，现在事态紧急，我们只好反着来，把记忆还给他。什么意思？他虽然记不起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学。米良，这回你亮了。喂，你好，妙妙啊。我在剪头发呢。好的，剪完了我自己回来。哎呀，好了，别啰嗦了。你说多少回了，嘉宾的证据不没用了吗？你赶紧清理一下。你也答应好几回了啊，什么时候弄我那屋子乱七八糟的？哎呀，那你赶紧弄我。米良，
妙妙已经告诉你了。反正我就在附近，我也说不清楚。不说了。你们好。哎，佳飞。哎，佳飞不上班了吗？怎么回来了？他还佳飞呢，人家现在是生活秀集团的董事长。院呢？怎么这么乱？怎么过日子啊？不行，我来打扫吧。要怎么办才好？这样的心情不能平静下来。像之前一样的镇定，是爱的话怎么办？和我在一起，你的心情怎么样？像我一样紧张吗？养的心，养的我，养的想法，和我一模一样吗？这是爱吗？不懂不懂，我的心还是只是紧张啊。是只是紧张啊。捡豆腐去了？嗯，是啊。这头发怎么感觉也没像剪过的样子啊？嗯，好像是啊。肯定他们骗我，这样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学会撒谎了是不是？不过这是好事，我现在有一个天大的谎言在等着你。跟我来。这回别又想跑啊！你到底什么事啊？啊！给你看样好东西，走。糖葫芦，山药，好吃吗？这段时间。你上班也好，还是看心理医生也罢，是不是想起些什么来了？没有啊，好像还退步了一点。啊？雨泉，我常常想起某个画面，很熟悉的，但是却不清楚它的前因后果。可现在，连这些画面都没有了。我记着罗医生当时跟我说过这个事儿，随着外伤越来越好，你的晕啊倒啊会慢慢的减少，不过你的心结还得靠你自己解决，真的。
佳飞，我们大家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了，只能靠你自己坚持住，顶住，明白吗？顶住什么？不管钢的铁的，我都会爆炸的，我不管了。尝尝。董事长的主要资料和重大事件都在这些文件上了。加油。不好意思，我得出去一趟，你呢好好准备。拜拜。是啊，没有，约你喝杯茶聊一下，要点什么？没这么简单吗，卢董事？直接点，找我来，是不是想试探性的看看我手上还有什么底牌啊？你的底牌不就是薛家宝吗？没错，我手上的底牌是薛家宝。不过我今天既然来了，就跟你谈一谈张总的问题。上次那桩栽赃陷害的戏，你演的不错。这个事情呢，不用说了，你翻不了案的，没人相信你。这么肯定啊？张总的问题，就凭你那几张照片吗？如果有音频、视频、人证、物证，你有吗？江敏良，你想蒙我？这话跟小孩子说还行，跟我来这套，我一直在你背后盯着呢。你手上有什么东西，我能不知道？看看。Lens by you， 一个小软件，让人看一看张总和他个人助理的电脑，检查一下日志，看看这个软件在上面的活动。你想告诉我什么？别紧张，陆董事，我针对的不是你，是绿源的张总。那么具体的验证过程我就不陪你等了，你好自为之吧。这么干净啊！哇，肯定是之前有精灵姐姐进来过。要不我们去找找精灵姐姐啊？他们已经上火了。哎，大嫂屋子啦，挺辛苦的吧？来，我先给你盛一碗。不用了，少英，这几天真是太麻烦你了，让你忙来忙去那么辛苦，真是太感谢了。啊，没事儿。哎呀，谢什么呀？再说我也没觉得麻烦呀，我为什么做这些你知道的。是，不过少莹，你嘘，别说出来，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不想听。少莹，你喜欢别人我知道，我也喜欢过别人你也知道，可是现在他们都没有了，我们俩把事情交给时间，看看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好不好？别这样嘛，我们就从最早做一个好邻居开始啊。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喝汤啊。这屋子是他回来收拾的吧？了吧，就只错了一个数字，就全部要重来一遍。这非常的关键，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谁会把自己七月份的生日说成四月份呢？你多念几遍你就熟悉了，加油！我饿了，我要吃饭。已经叫外卖了，来了就可以吃。啊，我累了，我得休息。五分钟前已经休息过五分钟了。上厕所行不行？休息的时候已经上过厕所了。你等等，答对你的生日我就让你打。七月二十号。这不就对了吗？哎呀，我都快被你折磨疯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听好了，小学三年级参加过小提琴比赛，获得全市第三名，表演《当晚你的》节目曾在电视节目当中播出过。小学四年级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全校第一名，全区第五名，还被评选为当年的三好学生。五年级在全校小学辩论会当中担任本校的主编，获得团体第二名。给我出去！现在告诉我，小学三年级获得过什么奖项？还不快滚呢！睡眠记忆法，24小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在你身边灌输资讯，即便是你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在你的耳边默念默念默念，把信息一点点的传达到你的脑海里，这样的话你会记得更加的牢靠。你告诉我，你小学几年级得过市级优秀比赛英文奖？快滚出去！啊！别跑！站住！都市财经的记者昨天给我打电话，还有财经网站已经报道了。现在纸媒的报道也已经出来了，广播电台也公布了这些事情。当然，我现在只是董事长的特别助理，这些事情都应该由总经理来解决。好，这个丑人我来当。林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重要的会议，我们的薛董事长呢？董事长感冒发烧，今天来不了了。那么巧啊，太可惜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媒体你想盖是盖不住的。现在这个时候你躲起来避开不见人，你不是给人家一个机会去证明你就是失忆的吗？好啊，那我们这帮董事就坐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股票一直往下跌。各位，嘉宝董事长自然会对各位股东负责。通知各路媒体，嘉宝因病休息一个礼拜，以后会亲自出席媒体说明会，告知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卢董事，这样您满意了吗？哎，你别误会啊，我不重要，我为的也是所有的董事们。如果大家觉得没问题，我当然没问题。也希望我们的董事长
快点好起来，出来为大家澄清一下。也谢谢你的诚意，明良。告辞。一星期，就只给我一星期，一百多页的内容我怎么记得住？还不止，这些只是文字资料，还有图片资料。除此之外，亲戚朋友的脸你要认熟，去过、看过、住过的地方你得认得。以往你在公开场合露面时讲的话、做的事，你要通过视频全都了解清楚。行了，别说了，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能记完这么多吗？啊，说实话，有点难度。要不咱们只回答我们自己指定的记者的提问，事先就可以达成默契。不行的，袁总，你别忘了还有卢董事，如果真要暗箱操作，很有可能正中他的下怀。这么大的信息量，加菲肯定记不住，我们只能讲重要的记。可是我们根本猜不透记者到底要问些什么，所以我们问也问不出来，猜也猜不住。我们只能提前设计好问题的线路和轨迹，控制好记者提问的顺序，暗示问题的类别，这样的话加菲才能够事半功倍。你们认为呢？哎呀，敏良，你小时候是不是得过天才儿童大奖啊？这才几个月时间，管理这一套这很快就上手了。哦，对了，我记得公关部有媒体策略方面的研究，我一会儿找一下资料。我现在就接着去背。昨天背到瑞士了。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是记忆效果最好的地方。董事长，加菲。有什么事吗？加菲，这一个星期光靠背是没有用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说说吧。仪态、风度、谈吐、反应，这些我们不敢奢求您跟家宝做的一模一样，但起码要做到不能让别人看出破绽。班我也上了，董事会我也去了，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啊？那些光靠你的脸就足够了，可媒体说明会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你不能有半点闪失。要怎么办才好？这样的心情不能平静下来，像之前一样的镇定，是爱的话怎么办？和我在一起，你的心情怎么样？像我一样紧张吗？现在，我们从回答问题开始。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必须直视对方的眼睛；如果回答问题，也必须要看对方的眼睛。难看，不想看。去照照镜子吧。很喜欢你，不管怎样的你，只因为是你也喜欢。这是爱吗？不痛不痛，我的心还是继续紧张。
些话都不知道，叫满屋都对你发火，某一天看着你看我都一笑，我不知不觉的不要了。放手，放手。那位别扭的语气，那真挚的表情，加油，很喜欢你，不管怎样的你，加油，只因为是你也喜欢。这是爱吗？我懂不懂我的心？你们知道穿这件有多难受吗？我穿了，穿什么穿？那个还有你。文字记者的两面靠，不能让他们挡了摄影记者的镜头。四大权威财经媒体的人在前居中，小报小刊硬往后靠，门户网媒的财经版在前左，专业评论热门特写在前右。记住了吗？你看一看还有什么遗漏的。财经弹唱的汪大主编是卢董事的嫡系，要不要把他安排的靠前点？可以靠前，但不能居中，这样的话容易忽略。哦，对了，还有人力资源部的乔总监要退休，周五给他搞了一个欢送会。苏妙妙刚才给我打电话说邀请已经发到您这儿了，董事长和您到底去不去？到时候再说吧。怎么了？黑客又上线。啊？有人一直在远程窥探我的电脑，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真是找错人了。那怎么办？将计就计。走，去看看加菲去。走。张总很担心，也很生气，他也托我问你一句，你到底想怎么样，江敏啊？你已经查过看过了吧？他那不要的人别往这儿放，咱们这容不下那么多人。还有，下个星期的任命得取消。和绿源的合作是公司的战略计划，你以为是我弄权吗？哼，你早就知道我会出手阻拦，对不对？如果我不问的话，那么你正好可以掌握公司的核心部门。如果我过于干涉的话，那么证明我没有眼光，影响公司的发展策略。里外都是我的错。真没想到，你这一枪是对着我开的。任命了就算了。张总很不放心，他要买个保险。你打算拿个什么给他当定心丸呢？您这么有本事，您看着办吗？对不起，我这还有事，罗董事，麻烦你。哎，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你很快会知道的。就我打电话的这一小会儿功夫，你怎么能让他跑了呢？哎呦，苦啊，累呀，晕啊！哎呀，你说就这个日程执行起来，简直就是魔鬼计划，谁也受不了啊！就一周的时间，要不然你有什么高招？你说说。跑什么呢？又怎么了？啊？夏飞呢？他。好了。对，走走。哎，米良，
都看不住，你长这么大个个有什么用啊？这你也不能赖我呀，你不打电话他也跑不了嘛。我那是工作行吗？不是，你给我安排。包助理，你应该叫包子助理。去哪儿了？找了你半天不知道啊，让不让人担心啊？什么呀？没什么。这拎一袋子鞋在大街上转什么呀？你仔细看看啊。怎么了？你看这个啊。怎么了？不挺好的吗？喂！有问题啊？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来。这个鞋有问题吗？这鞋到底哪有问题？你还没看出来吗？不对了，都7:30了，苏妙妙他们不是要搞什么模拟吗？拜托你别再耍花样了，好不好？那么一大袋子鞋，全让你给肢解了，你这不是浪费呢吗？你看不到那双鞋的鞋跟到底有多高吗？我穿上站不住，就只好找人把鞋跟给锯掉了。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事儿，快走，来，干什么？来，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在这儿已经等你们很久了。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开始。Action！大家好，今天我坐在这里，不仅仅是要说明什么和证明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跟各位媒体朋友们聊聊生活秀集团的现在和未来。我的个人健康状况只是小问题，但是有人恶意散播谣言，致使公司体系动摇，这才是关键的大问题。谢谢王小姐，现在外面疯传你因为外伤失忆，此事属实吗？根本是胡说八道。股民们当然希望你身体是健康的，可你拿什么证明给他们看你是一个有执行能力而且头脑理智的集团董事长呢？今天开这个会不就是验证了这个吗？薛女士，前段时间贵公司跟绿源集团合作破裂，请问这对贵公司有什么影响？当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今天你们是来谈我的问题还是别人的？您和您丈夫新婚以后就停止了集团的所有工作，具体原因是？这个，我们结婚还没多久，难道不需要度度蜜月什么的吗？可是您的丈夫江敏良代替了您在集团所有的工作，难道您是一个人去度蜜月的？
个。失忆，嘉宝集团神话继续。薛家宝失忆，神话秀集团穷无手，那怎么办呢？咱这都当家子，这个事儿可严重了。真是太过分了，就这么几天时间他就等不了。卢董事一贯的手段，烘托渲染，铺垫伏笔，样样做足，等主角登场效果才轰动。他就这么自信，非要等到主角登场？你以为主角是董事长？在卢董事心目中，主角永远是他自己。你聊。这个时候，加菲应该在上班啊。我一看你来，老蔡就得出名你啊，没安好心。哎，什么叫没安好心呢？给我，快点给我，给我！哎，人都已经走了，是不是？事都已经过去了。再说了，我姐呢，她又没说差到哪儿去，你还有感情基础，何必呢？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这个件我帮你送了。老蔡走了，免得你又去了，又想起某些人了。洗衣机里又没有看到你的脏袜子，肯定又穿了一个星期了。小心熏死你的少莹老师啊！换个造型，其他事车上再说。我不去了。媒体已经把你失忆的事情曝光了，现在公司一片混乱。知道袁总和妙妙现在已经着急上火。知道如果你在新闻说明会上一旦露出马脚，就会有人对你痛下狠手。知道如果一旦你对公司失去控制的话，你父母的产业就会更名换姓吗？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你不在乎公司，不在乎亲朋，不在乎大家对你的爱心。我已经非常努力的想要做好了呀。我没看出来，明明该上班，明明该练习，明明知道自己不及格，明明知道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了，你却跑到一个男人家里面洗衣服、做饭、扫地，你这叫努力吗？可是失忆又不是靠努力就能好的。那我也没看到你去找罗医生谈啊。嘉菲，我问你，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也不知道啊。什么叫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江敏良，你明明知道我一直都很累，我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一会儿背这个，一会儿背那个，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又要学那个的，然后我要装这个装那个，你觉得我这样就很轻松了吗？你不就是因为我去了安康家，你不就是很吃醋吗？我告诉你，安康根本就不在，是我自己想去的。只要每次去那儿，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会觉得很轻松。你就当我是累了，想要过去行吗？那好，以后我就光明正大的去，或者直接向你请假总行了吧？晚上人力资源部的小总监退休，今天晚上告别晚宴，你跟我一起出席。
这是练兵，看看大家绝不救你去学家吧。去就去。我们大家一起敬少颖老师一杯，因为你平平和顺顺才能有今天这么快乐的生活，平时对他们那么细心真是太辛苦了，要是没有你，平平这回绝对进不了这么好的学校。你看你说的，这不都是自己家孩子吗？对嘛，这都是你们自己家的孩子，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直接吃直接喝，来，对吧，平平？好，干杯，来。肖总监，奋斗了一辈子，您辛苦了。谢谢。您辛苦了。感谢。哦，对了，家宝今天晚上还特地为您准备了祝词呢。哎呦，非常感谢。家宝，喝点什么润润嗓子吧，一会儿就看你的了。世界。